知道我也不太会讲话，但是你知道我喜欢手写字吧？我知道啊。那你知道我喜欢写什么字吗？不知道哎。你知道我最喜欢什么数字吗？不知道。五？为什么？一比五。哎，你要吃什么？你知道我喜欢吃什么吗？不知道。你等我一下啊。汉堡。我吗？因为你是我的宝。哈哈哈哈哈！你很烦的白痴哦！快点啊！要吃什么？要吃什么？有了 Windows Ink， 说不出口的喜欢，也能轻松写出来。